第十一题、11、12题是题组，丁丁与当当两人质量分别为80公斤及50公斤。丁丁在左边，当当在右边。两人坐在水平地面的滑板车上，同时互拉。丁丁施力100牛顿，当当施力500牛顿。如附图所示，假设滑板车的质量、滑板车与地面的摩擦力忽略不计，请回答11、12题。第十一题问我们，两人受力的情况描述何者正确？这个两个人互拉，所以两个人会彼此互相靠近，所以选项猪说丁丁会向右移动，当当不会移动是错的。而我们的丁丁拉当当100牛顿的时候，当当呢也会拉丁丁100牛顿，这叫做作用力与反作用力。同样的，当当当拉丁丁500牛顿的时候，那么丁丁也会拉当当呢500牛顿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，所以两个合起来的受力呢都是600牛顿，也就是丁丁受力600牛顿，当当也受力600牛顿。所以第十一题问我们说，两人受力的情形描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当当共受力600牛顿向左。